皇爷匆匆离宫，一定赶唔切同唐莲子话别。我估你会代皇爷前来，所以咪嚟闺中揾你，果然俾我估中。高大人真系心思细密，系三好你善解人意就真。 高大人，你睇咩啊？啊，系啊，我有样嘢俾你嘅，少少意思。个香囊好精致啊！ 里头可放赤术，一经燃点就会一失生香，却病燃点。而家你身体叫好翻啲，不过疫症依然横行，又要香囊旁身，希望可保三好平安。咁贵重嘅嘢，点可以要你破费啊？论贵重，点都唔及你亲手做嘅荷包。单就呢份心意，喺轩阳心中，先系世间无价。你就收咗佢啦，当我为我又好，为你自己都好。 皇爷已经唔喺度啦，宫中轩阳最挂心嘅人就只剩得你。轩阳别无他想，只望所交好友平安无事，免祸害病患，心如足矣。咁我就唔客气啦，多谢。 参见马大将军，大人叫下官嚟，所为何事？你企过一边，管仲又叫你咩？系，今日叫齐咁多位奇博士嚟，系等大家知道乜嘢叫做前居之鉴，千祈唔好学高耀安咁行差踏错。大人。 请问大人下官有咩行差踏错？因为你令到皇贵妃屡听真怒，仲未行差踏错。呢度临头，你仲唔知死？皇贵妃嘅是非受言，竟然与人私通，珠胎暗结。皇贵妃下旨彻查，交由官长全权审理。咁佢有身孕同下官有咩关系啊？唔系以为下官系奸夫咁荒诞啊嘛？事关重大，未知大人查清楚未呢？系咯，大人。 下官同佢疏冇倾讲嘅，我点会做出咁苟且之事呢？你教皇贵妃下棋，成日出入大明宫，唔系你，系边个？咁唔系净下官出入嘅，仲有其他人出出入入噶。个个奇博士连我在内都系去大明宫噶。哎呀，千祈唔好拖埋我跳落水啊！我冇乜邪事噶。哎、<呀>如果真系偷欢嘅，你都会知道有咁嘅后果噶。系咯，够胆做就要够胆认啊！ 大人，太医都有去大明宫噶，点解个个唔怀疑，净系话我啫？你连官长唔用刑，你系唔会认罪嘅。人嚟，大人明察，家父绝对唔会用出越轨嘅行为嘅。系啊，大人，我唔会俾你哋屈打成招嘅。呢个奸夫，竟然同我战皮一样咁厚颜，官长俾个机会你认罪，你都唔领情，你怕你真系唔识死个死字，买个战皮入嚟。我冇得罪过你啊！你点解想害我啊？我冇咗个胎，唔关我事噶，我同你唔系好相熟噶啫噃。冇咗咪仲好，反正个孽种唔可以留低。你度边个系你奸夫？讲。哎呀，喂喂喂，我同你冇仇冇怨，你做咩要我害我啊？你要讲真话，唔好冤枉好人啊！高耀安。 你做咩说话讲？大人啊，佢掂噶，你唔好信佢啊！你有冇认错人啊？我掂都冇掂过你，你唔好累死我啊！对不起，真系唔系，我内心做呕吐嘛，是你报答你嘅恩德。你唔好死住啊！你话俾大人听，我系无辜先好死啊！ 大人。
刚才秀莲神志不清，佢讲嘅说话唔可以尽信噶。你话个煎皮神志不清，刚才佢啊净系识向你阿爹叩头嘅。人嚟，让高耀安收监，龙牛判决。冤枉啊大人！冤枉啊大人！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大人爹！大人冤枉！救我啊！冤人！冤人！救我啊！听讲高大人出咗事啊，系咪啊？秀莲话阿爹同佢有私情，佢点解要咁样谋害阿爹？但系秀莲唔系啲冤枉人嘅人，内里可能有隐情。已经死无对证。秀莲佢之前仲叫我帮佢整支珠钗，估唔到。咁阿大将军谂住点样安排佢嘅身后事啊？念在佢系皇贵妃嘅近身。需觸犯宮規，嚴格俄開恩，俾佢化灰歸井，得留宮中。始終一場姊妹，我一定會去拜祭佢。有次同皇貴妃捉棋，聽秀蓮講，佢喜歡食豬雀門外當攤嘅杞子桂花糕。你叫報公公幫你買啲嚟祭，你幫我問下佢，為咩事要污蔑阿爹？係咪派一個人上路孤清難耐，要揾到個無辜人相伴先安樂？事到如今，再講負氣説話，亦無補於事。不如靜心想想怎樣營救高大人更好。秀蓮，我真是沒有心肝，連你喜歡吃杞子桂花糕我都不知道。如今我買過來給你，我真是沒用，堂堂男子漢竟然要這個弱質女子承擔所有罪名，連死都要一個人孤身上路。我冇咗你，我投生喺呢個世上有咩用啊？果然係性情中人，算你仲有翻啲人性，仲會嚟拜祭心上。我根本唔知你講乜嘢。其實喺審問期間，我就覺得你可以。秀蓮全身血污，被人拖出嚟嘅時候，我望見你反應嘅。起初我不以為然，但當秀蓮吐血身亡嘅時候，我見你眼中有淚，悲痛莫名。嗰陣我就知道你嘅關係非比尋常，所以你先要為佢真情流露。我唔即場揭穿，只因馬大將軍當時盛世凌人，同佢爭辯只會令件事變得更壞，所以唯有用計令你自投羅網。聽秀蓮講，佢喜歡食豬雀門外當攤嚟幾子桂花糕。我真係糊塗，原來唔係我唔了解秀蓮。秀莲根本就唔中意食杞子桂花糕。大丈夫，你已经有所承担，一尸两命已够凄惨。如今再有一人无辜获罪，你真可以做到视而不见，独善其身。与其生不如死，我情愿同秀莲同赴黄泉，做到鬼鸳鸯，好过偷生人世，痛苦一生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还高大人一个清白。我同秀莲两情相悦，落得如斯下场，都只怪我哋系宫中人。呢段情一开始就知道唔会开花结果，但生死相隔，唯有来生再续未了情缘。洗走曬啲衰氣，精神爽利。做咩啫？監牢有嘢咬咩？啊！你個衰仔係咪仲要笑阿爹啊？唉，幫你洗脱冤情，仲要俾你鬧係衰仔喎。我知道你叻仔，智勇相全，唔單止識得勸人自首，仲曉得用銀兩嚟疏通。如果唔係，阿爹就算係冇罪，都俾啲玉利打到皮開肉爛。錢財乃係身外物，最緊要阿爹你平安冇事。今次真係飛來橫禍，係咧，嗰個累人不淺佢點啊？判咗斬首之刑。太皇太后念在佢自首認罪，網開一面，冇禍及家人親族。太皇太后仲下懿旨，要宮中所有宮婢男官都係刑場官刑，要我哋引以為鑑。唉。其實唔使睇都要知啦，唔好話啲人蠢，喺宮裏邊講情喎，真係魚刀架頸，死路一條嘅咋。有時好難講嘅，情到濃時
要挡都挡唔住。各位 YouTube 嘅观众朋友，我系吴子密，我系张景顺，即刻 subscribe 欢乐 APM YouTube channel 啦，收睇 TVB 精选剧集精华。仲有英国嘅观众朋友，我哋最新新出咗一条专门为你哋而设嘅 YouTube channel TVB Jade UK， 将今年最精彩剧集带俾你哋，记得 subscribe 啊！